神君，你不能进去。敖哥，你竟敢私闯到此！纵你是神君，在我幽冥之地，你也绝无特权。我方才在幽冥界，感受到阿音的魂液，请幽冥王助我。阿音不过是一个低阶仙兽，怎么可能抵挡得住元神剑一击？早已仙元尽散了。若幽冥王不愿助我，我便自行在幽冥界寻找。 元启，你未免太过嚣张了。我只是想把他找回来。我能感应得到，他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幽冥界。 要想寻他，就先过钟灵宫这一关。 身体不可，业火伤是祖神立下的屏障，即便是真神，碰到业火，不仅身体会被灼伤，连元神也会受到影响。顾不了那么多了。
人都被你找了个遍，我这幽冥界也被你用神力找过了，你可死心了。我给阿音打伤了我的魂印，我能感受到他。那都是你的幻觉，你自觉对不起他，于是便以为他还有生机。渡劫池，我还没有找过渡劫池，魂飞魄散之后，怎会入得了渡劫池？ 罢了，你好好瞧瞧这渡劫名册，刻有他的身影。世间都说他是你的劫难，难道你就不是他的劫难吗？你和他本是此消彼长，可所有人偏执让他为你让路。 他这一生虽短，却比你们许多神族、仙族光明磊落的多。他坦坦荡荡的爱过，坦坦荡荡的去了。如果他没有遇见你，便不会承受这样的痛苦。活着的时候便不见你珍惜他，现在死了，又来惺惺作态做什么？我想。 他此刻纵然是颗尘埃，也比在你身边快活。假如你真的想要心安，倒不如一心一意把那魔头找出来，总比你在这里要死要活有用得多。否则，我觉得你这副样子根本无法和他相提并论。我。 一定会亲手把他们找出来，但阿音，我是绝不会放弃的。阿音还在这儿，我可以感受到他。十年找不到，我便找他百年；百年找不到，我便找他千年；千年找不到，我找他万年也罢，我能活多久，我就找他多久。 我们终会相见的。